家好，我婆婆这边菜种的挺多了，然后这个萝卜挺大个了，我晚上拿去煮汤吃。今天天气有点暖，然后暖和暖和一下。先摘一点芹菜吧。因为这个菜地离我们家挺近的，然后要吃多少就拔什么，拔多少吧，比较新鲜。过去拔萝卜了，这个萝卜挺多了，我就挑比较大一点的，找一下。哎呦，这个不是很大。两个差不多了哈。我拔点那个蒜，那个花菜可以吃啊，看过去花菜好大个了。买了这个肉，挺喜欢这块肉的，就是油比较多一点，然后油给它先挑出来。这个肉的名字挺多种的，我们叫桂边，也很多地方也叫那个罗汉肉、凉干肉，名字特别多。我现在先把那个油给弄出来。这块肉煮汤啊，来炒都不错，很有嚼劲的那种感觉。这块肉吃起来类似于流渣那种感觉。我们这边的人挺喜欢的，但是很多地方人没吃过。这个肉就差不多这样，油浇了一盆出来。给它焯下水。把这些芹菜跟蒜给放下去。